小宝莉，你别哭，你看看，哎，我们家这有个拉杆箱，我把它装到拉杆箱里，等下你拉到臭水沟里去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拉开拉链，哎，拉开，哎，我的天哪，小宝莉那头拉开了吗？来，把弟弟给拉进来。哎，小宝莉，看他还不想进去了，来，使劲盖，盖上盖子，帽子进去了，来来，我给扣进去。哎，扣进来了，拉上拉链，哎，拉链在这里，好，拉上了。来，小宝莉，赶紧把它拉到臭水沟里去，快点。你拉不动，哎呦，我让小朋友给帮帮忙好不好啊？来，手机前的小朋友，看见这小鸭子眼睛了吗？它眼睛上有个小红心，你们把小红心点亮，这上面还有个小家伙呢。只要小朋友点亮小红心跟小家伙，小宝林就能拉动了。谁给小宝林帮忙，我这里有一大盘子的彩虹糖，就送给他了。小朋友喜欢吃彩虹糖吗？喜欢吃彩虹糖的小朋友一定给我点亮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家伙哟。哎，小宝林，小朋友点亮小红心跟小家伙，你拉一拉看能拉动了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呦你看拉动了，把它拉到臭水沟里去哈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使劲拉使劲拉，拉到臭水沟里，不要它了。